高雄海洋局在高雄市渔民服务中心举办外籍渔船关怀活动，慰劳外籍渔船员在海上工作辛劳，也欢庆丰收。这次的活动呢，让外籍船员们赞不绝口。除了有台湾风味茶饮搭配传统的点心，还有时下最夯的趣味选物游戏，也特别呢请来大爱意剪团为渔船员们剪头发。常年呢在海上工作的渔船员们就表示，真的是难得有机会可以整理门面，大赞服务相当贴心。